我会读心术，我从你的表情里面读出了你的内心。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。你看过《侠胆雄狮》吗？那你能做什么？所有律师助理能做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做。我觉得咱们这么做不对，不公平。你的工作不是来提醒我，记住，我雇你当我的助理，不是来让你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。罗律师，麻烦你现在就把他开掉。对不起，我也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专业人士，他熟悉国家法律，我们不愿意承担开除他而带来的法律后果。对不起。以后你给客户讲道理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。恕我直言，我真的觉得您有点太不爱惜羽毛了。鸟如果太爱惜羽毛，就只能关在笼子里。我是怕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学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怕他们嘲笑你。我是怕我以后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。谁在意过我在说什么？宇宙冷漠，谁对谁负责？谎言啊，尽头时刻一寸寸雕琢，仿佛可以触摸。曾积累的喧嚣着穷追不舍，又经历过那么多，才能勇敢面对寂寞，冲淡夜色如墨。我用力过每一刻都要快乐，我还是我，把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。长夜晚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如果他不跟我们解约的话，那么柯东就不会再允许他使用柯东的专利，那样他就会停产。开会吧。这人都没到齐呢，叫一下其他人吧。没有其他人了。
他们因为要挽留客户，所以没有时间来开会吗？他们都走了，跟客户走。都走了？他们有竞业协议。我免除了他们的竞业协议。为什么？强扭的瓜不甜。不甜的瓜也比一个瓜都没有强啊。罗宾不喜欢强迫别人。你别总是说罗宾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行不行？你不要迁怒于丽娜，是我做的决定。一间律所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客户和律师，你踢掉柯东，这个我表示支持你。我们为此失去了一些胆小如鼠、见利忘义的客户，这我也都支持。但是你免除全所律师的竞业协议，这我就不能理解。我们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局面，我也不要留一群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。所以你就动了妇人之仁，让我们的队伍都逃走了。如果你想走，我也不拦着。你根本就没有领导能力，你不适合做一个领导者。你可以做一个律师，冲锋陷阵，无往不胜，但是你不是一个领兵带将的人。我们现在四面楚歌啊，十面埋伏，只有冲出这个包围圈，我们才能有一线的希望。这个时候谁要说走谁要赶走，咱们就应该毫不犹豫格杀勿论。杀人是犯法的，我就是打个比方啊。但是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大的困难，但凡是签了竞业协议的人绝对不许他走，他要敢说走，咱们就要诉诸法律啊，告他个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船进水了，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修补漏洞，还是把大家都集中在甲板上？谁想上救生艇，就当众打死。那你也不能让这些人。你别说了，丽娜，你就是个秘书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什么问题。